我看我们教练上的数据显示，丁字式起跑确实比我平行式起跑更快一点。绝不能改。这数据是数据，实战是实战，啊，你的技术现在已经成型，现在改起跑，这不是荒唐吗？可是我们教练说想让我先改着练着试试。啊，你们这个李桂民教练我知道，他当年在吉林队的时候连赛场都没上过。这个向北作为一个运动员，不能只靠数据来说话，起跑姿势能说改就改吗？而且现在你的起跑姿势啊是最适合你的，不要因为他拿着电脑测出什么0.0几秒你就冒这个险啊。我明白了，教练。小梅啊，你训练很踏实，这我很放心。但是你现在还要学会，要有判断力，是吧？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，知道吗？嗯。哦，对，这小伙子，来，这个是省队要的，你准备一下。然后到时候给送过去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还有这个我想买这么一个架子。陈教练真有眼光呀，你怎么挑了个最贵的呀？给女儿买的嘛。哦。哎，想清楚了吗？咱打饭可以手抖，咱打牌可没这么一说啊。废什么话呀，轮到你了吗？哎，江红，管不管？我这四个 K 还没炸呢，被你几个三给截胡了。别看我四个三牌面小啊，但是我能拿得住关键，四开的憋手里不玩了。你别赢了就走啊，你赶紧赶紧来人，赶紧走吧你吧。哎嘿，你这别练了，我要干活了。大叔，我这加练呢，要不你再歇会儿。你是国家队的吗？没见过您。我是集训队员，早晚是国家队的。哦，那你这怎么整啊？您看您再让我滑半小时。你就10分钟吧啊，你别半小时了。行。10分钟啊。谢谢你啊。大叔，
这还没到十分钟呢。行了行了，你别练了，你赶紧都收起来吧。你这样练了也白练，知道吗？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什么意思，就是你别在这站着，你快点赶紧收起来吧啊！我这教完第一圈，我就紧跟着还得教第二圈。滑冰也一样，你滑完第一圈，你心里才能想着第二圈呢。这是谁是心里面都明白那个道理，是吧？大叔，我知道了，谢谢您啊。那我明天再来滑第二圈。你把大伙儿都叫过来，我看看咱青岛队的小宝贝们。哎呀，想你们了。凯森教练，怎么了？一个个的苦过脸。太累了，凯森教练，我们都没力气了。国家队太累了，都是魔鬼训练。我们特别怀念在青岛队的日子。那是我训练的量不够，我以后得改。来，给你们看看，孩子们，国家队的大师姐，来，你们跟他们说说，你跟孩子们说说，国家队是怎么训练的。看见教练，你没说还有别人啊？谁告诉你们我们哭鼻子了？我们每天在国家队开心还来不及呢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得好好练，得加量练，不然进国家队连门都没有。听到没？听到了。啊，行了，把手机给我吧。接着上课。行，早点睡吧，明天你们还训练呢。我给你们买的爱吃的零食，两天以后就到了，到时候给浩宇分点。多少吃的啊，注意减肥，别太胖了。好了，挂了吧。拜拜教练。拜拜教练。教练再见。你们抓紧时间啊，我待会儿要来检查。抱孩子怎么样啊？思源是跟不上了，我让浩宇每天把他们的训练成绩发给我，明显看出来思源是跟不上了，掉队了。他在队里年纪是最大的，那承受的压力肯定也是最大的。他那个孩子又比较懂事儿，有什么话吧，老憋心里也不说。人人都有压力，你要讲压力的话，陈勉肯定最大。他现在进入 A 组了，跟最好的队员一起训练，他压力最大了。你要是想他们了，不放心他们了，你就去北京看看他们呗。我是青岛队的教练，
现在他们已经离开青岛队，进入了国家队，我就完成我的历史使命了。他们以后面对的困难，那只有他们自己来解决。他们长大了，你心里真觉得他们长大了？他们要是解决不了呢？今天考核结束，倒数十五人淘汰，你们剩下的65人继续训练。大师姐的照顾了，绵绵，我真羡慕你那骨子不服输的劲儿。好好练，你一定能留下来，在这闯出自己的天地的。加油，小罗。咱们俩认识的比较晚，你也说你是个不善于交朋友的人，但是谢谢你。愿意跟我们成为朋友。浩宇，我可要走了，替我照顾好他们。保重。我走了，大师姐。等会儿朵朵。不了，车等着我呢。我送送你。不用了，你们一会儿都还有训练呢。没有什么比训练更重要。教练，虽然短，但也当了你们十几天教练。既然是教练，就该来送送你们。给你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份礼物，这个是国家队参加国际赛事时的比赛服，送给你们。谢谢教练。不是说宽慰你们啊，是因为你们真的值得拥有。你们来自全国各地，能够站在国家队的集训场上，你们一定是付出了很多很多。谢谢。说心里话，我挺羡慕你们的，因为在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，我也很喜欢滑冰，很喜欢。但那个时候，我连国家队的大门在哪儿我都不知道。你们比我强，我希望你们一定要记住这十几天，因为这对你们的一生，谢谢教练，都是一种激励，一种荣耀。
教练会一直在这儿。我希望明年再看见你们。我更希望有一天能够在国际赛事的赛场上、领奖台上看到你们。加油！谢谢教练。谢谢教练。从小一块长大，干啥都在一块儿。问一下，李桂民教练的办公室在哪儿啊？在最里面那间。哦，最里面那间啊！谢谢谢谢谢谢。陈教练。哎。哟，孙教练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这不是为了向美的事儿特意赶过来的吗？啊，哎呦，我最近都在带主力队，这集训队都是由李教练带。哎，我有看这个训练记录啊，向美练得不错。向北的成绩我不是很担心，但是我听说最近李教练让他改这个起跑姿势，这件事情我觉得值得商榷一下，啊，你看我是他的启蒙教练，也是省队教练，我觉得真是这个时候改，这条路行不通吧？怎么就行不通了？李教练，哎，正好啊，你们二位这个国家队的主教练呀，都在这儿。我想趁这个机会，咱们把这件事情聊清楚了。说，你看这个向北吧，还不算是一个大龄的运动员，但是他的这个技术已经基本上是定型了的。现在让他改起跑，他改不了的。这样我觉得会影响他的成绩。能不能改，训练说了算。陈教练，你怎么就那么肯定啊？他。向北是我带进省队、带进国家队的，他跟我练了十几年，我还不了解他。向北是什么队员？我们国家队教练组也很清楚，这给他制定的这个训练计划都是有针对性的。
我们队呢，不单需要某一项能力不错的选手，更需要全面的选手。不，孙教练，你说的这些我都理解。要按平常啊，我也不会来烦你们。但现在是平常周期，向北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拿到参加冬奥会的资格，是吧？现在在这个节点上改旗袍，不合时宜吧？陈教练，你是他的启蒙教练、省队教练，你把他带出来，我很尊重你。但是向北现在在国家队，我是他的教练，他的所有训练计划都是电脑分析出来的，不用你操心。我这么说你明白吗？什么你的我的呀？你甭给我讲这些大道理。再说了，关于一个运动员的培养，你不能老眼睛盯着电脑上的数据来说话吧？现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让他改旗袍很容易，让他给改废了。是你们国家队这么多的队员，你们可以随便挑那么一两个的去试验了。但是向北，对于黑龙江队来讲，只有这么一个。你把国家队当什么了？啊，实验场吗？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们国家队对任何一个运动员制定的计划都是客观的。现在不客观的是你，你带了向北这么多年，你还能看到他的瓶颈吗？就算你看得到，你还忍心让他花大力气去改吗？这私人情感跟工作，你现在分得清吗？来，下去稳一点，对。好，高速自行车准备。六分钟，完成不了的，全队加罚。好，准备。五分钟，陈冕，注意节奏，调整呼吸和步频。3分钟，2分钟，1分钟。这次还不错，休息，喝水。擦擦吧，你洗了澡似的。谢谢。这回总算没带着全队跟我一起受罚，你有进步，一看你私底下没少加练。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我看出来，你练起跑压力也挺大的，但你肯定能练出来的。希望吧。爸，陈教练。教练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朵朵给我打的电话，说你今天回来，我还没等问出是哪趟车呢，就把电话给挂了，所以啊，我就在这儿等你了。
对不起。回家了啊，回来就好。好香啊！你师母知道你今天回来，一早上就去菜市场给你买菜，说要给你做好吃的。师母好。哎，四元回来了。回来了。你先坐在那儿看电视啊，菜一会儿就好。来吧，我来打个下手。你要帮忙啊？嗯，那你帮我把这个青椒切了。好。今天准备的都是你爱吃的菜，你看，红烧鱼，这个醋溜土豆丝儿，有海鲜蛤蜊汤，还有鲅鱼馅的水饺，你这些在北京都吃不到吧？嗯，谢谢师母。师母，嗯，你跟教练对我这么好，我却给你们丢人了，也给咱青岛队丢人了。你这孩子说了什么话？给谁丢人了？你能进入国家队那个集训名单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已经给咱们青岛队还有你教练长脸。可是我没能留下来。都说人要往前看，可是前面就第一名，除非你是第一名，要不然前头总得有人，是吧？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向后看一看，后面的风景也不错。你在我们心里是最棒的。谢谢师母。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啊。嗯。饺子来了。哎，你我尝尝今天这饺子馅合适吗？尝尝，给思远尝尝。你尝。好不好吃？好吃。你别那么着急，小心烫啊。嗯，思远。嗯，吃点菜。谢谢师母。好吃，今天就多吃点啊，吃饱。从明天开始啊，你就跟师傅一样辛苦了。我给汪主任和廖处长打过报告了，从明天开始你就是咱青岛队的助理教练。助理教练。嗯，你要是以后还想滑呢，咱就一边滑一边做助理教练。你要是不想滑了，咱就退役专职做教练，再编的。你别多想，我不是光为了你，我也是为我自己。你也知道，这么多年了，咱青岛队就耍我一人上上下下的。你说这个训练吧，也是我；给你们按摩拉筋也是我，我也需要个帮手。你回来了，这帮手不就来了吗？来，谢谢。教练，哎，您怎么突然来了呀？就是啊，怎么也不跟我们说一声。哎呀，我知道你们这些女孩子呀，平时就爱吃个火锅，但是现在正在集训期间，不敢吃，对不对？今天我就让你们放肆一下啊！嗯，啊，吃个痛快。嗯，小敏，
你最近训练的怎么样？上次我给你打电话，你都不接，有那么忙吗？我这训练都累成啥样了，哪还有力气说话呀？我现在训练就那样呗，还没被淘汰。嗯，你分到哪个组了？我是 A 组。A 组？嗯。那你成绩不错呀。就是陪练，陪向北起跑。你陪向北练起跑？嗯。陈冕的起跑比我快。快多少？快半个身位。哦。不过陈冕就是晚上陪我加练半个小时，他白天还是正常跟我们训练。好。嗯。那个小冕啊。嗯。A 组的那个训练量是不是对于你而言有点超啊？嗯，我能坚持，就是有时候不达标，要害大家跟我加练。这点你不用纠结。当初我训练他们的时候，啊，也经常让他们集体加罚，因为咱们这个短刀速滑这个项目，它是个集体项目，嗯，只有集体的成绩提高了，个人的成绩才会上去，啊！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珍惜你现在的这个机会，跟更快、更强的人在一起滑，你的成绩也会提高得很快的。我知道，所以虽然我是陪练，但能在 A 组我也是挺高兴的，就是成绩上得慢。陈冕，你最近成绩其实挺稳定的，你不像我。李教练让我改起跑，我觉得我也练不好。所以啊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我呀，刚刚跟我们的队里已经把年假请下来了。我决定在北京要住一段时间，陪着你们，给你们加练。太好了，教练，幸亏您来了，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练了。不过这个集训考核对你们俩的要求可都不一样啊，向北你一定要拿到四国赛的资格，嗯，而对于小冕，你要想留在国家队，你要比别人付出10倍的努力。酒店我已经订好了，你们晚上训练完以后就到我这儿来，我给你们加练，直到考核完毕。可是爸，嗯，您都不知道我们每天的训练计划，而且跟不同的教练练，这不乱了吗？嗯，这不会啊，只要你们每天向我汇报一下训练的内容就行了。我来这儿的目的呢，就是给你们扬长补短来了，啊，嗯。哎，行了，吃多少块了？啊，要少吃内脏，这很不健康的。运动员嘛，要少油少盐。嗯，你今天吃辣的也吃的太多了，哎，改涮这个清汤吧。这一点啊，你真得向人家向北好好学习学习，嗯。爸。嗯。您说的对。来来来，多吃，啊，向北，别老吃青菜啊，啊，吃虾。你们走以后啊，队里又来了一批新学员，哎，有几个苗子真跟你们当初一样好。你们原来那屋啊太大，怕你一个人住不惯，所以就让他们住那儿了，人多热闹。你们教练专门给你准备了一个新的房间，快进去。你看看，要是缺什么东西再告诉我啊，我们随时补。欢迎我们青岛队的新助理教练侯思源同学。
向北，别老吃青菜，吃虾。李教练让我改旗袍，我觉得我也练不好。我决定在北京要住一段时间，给你们加练。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珍惜你现在的这个机会，跟更快更强的人在一起滑，你的成绩也会提高得很快。终于降下来了，你把妈妈吓死了。妈妈，我不烧了是不是就好了？爸爸是不是可以继续教我练滑冰了？绵绵乖，咱们先不想滑冰的事儿，先把身体养好。爸爸呢？我好久都没有见到他了。你饿不饿？妈妈给你做点好吃的去。绵绵，绵绵，绵绵，爸爸回来了啊！爸爸回来了。哎呦，怎么样，我的丫头啊？烧退了吗？我看看。好像好多了啊。爸爸。我也想滑冰。等绵绵，把病治好了，想干什么都行啊！别哭，别哭。陈金叶，哎，你出来一下。真的对不起啊，这次回来确实是有点太晚了。我不是要跟你说这个，这不是第一回了。济南开了一家医院，我去应聘了，条件也都谈好了。这儿的工作呢？工作可以换，女儿我只有一个，我要带绵绵走。海燕儿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是我这次回来的确实有点晚，是吧？但我真的是有事儿啊。你看人向北马上就要比赛了，是吧？省队那边那也离不开我，是吧？你不能因为这种事情一闹别扭就冲动了哈。我冲动吗？我很平静啊。陈金叶，你生活在你的世界里，在你眼里只有你教的孩子，你的队，还有这个家吗？你自己说说，像今天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多少回了？我不想让绵绵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。不是，我也想让绵绵待在我身边，是吧？我也想亲自教他滑冰，但是我不让他滑是为了他好。这件事情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？我知道，我也相信。你是教练，又是他爸爸，还有谁能比你更专业啊？他爱滑冰，又不能滑，所以我要把他带到一个没有冰的地方。我要让他忘掉这些不快乐的事情，好好的长大。绵绵，你别生教练的气了。自从你来，爸爸就不教我了。我也想学滑冰。
进入到国家队之后，确实觉得压力非常大，然后又觉得自己这体力不支。除了主力，基本上下边都是年轻的运动员，都是04、05。就是比如说他们滑20圈，我可能3、5圈，我可能就跟不上了。就是感觉自己第一个头就练自己的，因为没人会惯着你，你就是谁厉害谁就厉害。教练不可能针对你一个人，就是给你单独出一份计划，所以都要靠自己，就是调整自己。一周一淘汰，一周会淘汰掉10人、20人那种。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我们就在一个特别大的房间里，然后他就坐在我旁边。我们当时所有人都没想到他会淘汰，你知道吗？结果听到名单上面有他的名字，我就感觉他一下子好像愣，就是很愣的那种感觉。特别失落，还没说完全想退役，就是还想练，但是呢感觉自己缺少的太多了。现在我不在那个名单里了，但是我希望能在电视前能看到你们夺得这个金牌吧。相信每一个人不停奔跑着都有一个原因，从日出到日落，有什么证明我曾经来过？曾有一片雪花缓缓落下在我的手心，落在我的眼里，我的心里从此不曾融化。也许我不懂得如此渺小，也许你一直都还在寻找，可我们都曾如此真实而且的存在过，像空气一样。